做力学系统，要去拉这个轻轻这边，边把它按加，然后按多半，就开始力气掉下来，那你就可以去试试看，各式各样的。OK， 这样就一万、十万，然后呢，起止结束啊，主次乱数啊，然后 X Y 轴的喷射速度啊之类的。OK， X 轴的话就变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是狂喷。走 ，OK， 这外轴看得比较清楚。好，那重力也可以拿掉。如果你把重力拿掉 ，field weight 拿掉 ，gravity 变成零的话，它就自主分了。那如果我们今天这里。Y 轴也拿掉，好，那它就按整 normal 1.0就会往外喷的，那1.0往外喷，它会就不会喷很远，会消失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放大一点，10.0，哇，它就是整个喷出去 ，OK， 5.0。到这边没 ，OK，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各种粒子的参数，啊，当然看你要做什么不一定，因为你如果今天要做的是烟的话，它有单独的烟的功能，啊，有要做火的话，它有火的功能，所以这部分可能你啊，像这个也有头发。头发风这边头发，刚那个是 emitter 嘛，就是喷出。好，那有很多粒子系统可以设，但是我们这边这边还有布料啊，这个是动态物理系统。那物理系统就有布料啊、流体啊、烟啊、钢体啊。然后呢，随机化啊，或者是立场啊，立场碰撞，那这些都是我们这学期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碰过的啊，粒子系统这两个，一个是粒子系统，一个是物理。